大家好，我是敏中，今天我要安装一台750E 邦泰750E，它这个只有三个档的。然后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旧的给它拆下来，它这个应该是已经有烟管道的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螺丝两旁边的螺丝拆掉，然后检查看看它是不是6寸还是4寸的管道。我们先拆掉这个旧的，
现在这工程已经完毕，7501啊上面的那个烟管道啊都帮它装好了，因为它之前就是6寸管道，不是4寸，也不是是7寸，刚好是6寸管道。我们打开来测试看看。现在是最大的，最大档、第二档、最小档，然后电灯，然后延迟时间，嗯，然后它这个是锁定屏幕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完毕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，请在底下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